蟀头圆胸宽触角细长，咀嚼是口器，有的大颚发达，强于咬豆。各族腹节三对，前足和中足相似并同长，后足发达，擅长跳跃前足茎节上的听器，外侧大于内侧。双斑猎蝽主要靠视觉锁定目标，并通过将触角向前挥动辅助侦查。多次观察到，当猎物突然静止不动时，双斑猎蝽也随之停止活动，直到目标重新开始活动时才继续跟踪。在捕食时，双斑猎蝽会尾随跟踪猎物，并且以大幅度的动作与对方拉近距离，但通常不会被对方察觉。